拉一下，一定绷紧了。知道了，小楚，一定拴结实啊！放心吧，胡大哥。等一下去，我帮你。好，过来吧，胡大哥。啊，小心点啊！小楚、小撒，你们都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小硕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老师，紧不紧？没问题。胖子，哎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少壮啊，你有恐高症，我又不知道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留在这儿等我们。我没事，你下午第二个就跟着你下。确定没问题？确定没事，没事。小刘，咱们得尽快把设备调试一下。好嘞。陈教授，陈教授，除了叶以心，如果还有队员有不能下去的，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不够理想。您抓紧说，让他们留在这儿等我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问了，都没问题。既然来了，大家都想下去看看。毕竟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，也许一生只有这一次。好，大家听好，之前强调的，大家务必铭记，下去之后什么情况谁也不清楚。很有可能会遇到稀奇古怪的现象和生物，甚至遗体，所以不管遇到任何突发情况，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，随机应变。大家也不用太紧张，我和大个子是连里的神枪手，保证让你们安全回来。好，大家抓紧准备吧。哎哎，好，是。灯住了，手里边千万抓紧了啊！慢点啊！干嘛？咱俩到周围看看。哎，走。你能小心点吗？吓死我了！瞧你这胆儿。老师，哎，你看人家。小硕，你哎，爬废了，心都有。看看，受过专业训练。喂，谁？哎，我帮你解下去。带了没有？害怕了？怎么会？辟邪，尸体，那有个尸体。哎，别动，小心带火的虫子。火瓢虫。啊，对。火的瓢虫，
这伙是你战友吗？不是，衣服完全不一样。应该是我父亲探险队的人，他们的装备都差不多，我以前见过。这个人怎么会死在这儿呢？肯定不是火瓢虫袭击的。他们攻击过后留下的应该是灰烬，不过依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。 起码能够证明你们以前收到的信号定位是准确的。是，胡队长，这周围我们刚才都看过了，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。嗯，好。梁小姐，有危险，我挡着。你拿什么挡啊？我是神枪手。神枪手，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我没问题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小胡同志。胡大哥，发射器的信号正常。好，我再强调一下。 大家一定不要走太分散，跟着队伍。昆仑山有很多神奇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神奇的东西，大家一定不要闹出太大的声响，保持安静。总之，我希望大家安全，收拾下东西，准备出发吧。是。好，来，大哥，老师，我来。小刘，你快过来，有信号了。啊！快看。 有信号了，这说明成教授他们目前应该一切顺利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们递汇报。临时营地，临时营地，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临时营地收到，临时营地收到，考察队请讲，考察队请讲。考察队已经顺利接到考古队的信号，目前一切正常，完毕。请保持通信畅通，请保持通信畅通，完毕。考察队明白，考察队明白。太好了。 好的，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对啊，小杨姐，你小心点。这是正南，这个缝隙应该是两个山的夹缝。这是正东，再往前走，咱们就到了冰川的正下方了。 哇，这么多云母啊！什么工的母的？不是动物，是结晶体。那，云母和水晶通常生长在同一地层，就像这些。这些云母的颜色很深，这说明这些云母曾经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深。咱们在这个海拔上能够看到它们，完全是因为地壳运动的结果。大家都跟上啊！干嘛？你看着后边点。哎，放心吧。 哎，这玩意儿值钱吗？小叶同志，这次考察没能下到第一线，遗憾吗？说实话，确实有点遗憾。不过大家也是照顾我，担心我的身体。嗯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能跟着陈教授这么权威的专家走一趟，已经非常幸运了。考察队，考察队，这里是临时营地，收到请回答。 听着好像有流水的声音，会不会有地下河呀？就是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地下河呢。这地儿也太神奇了。哎，你说底下这么大，咋不在这儿建秘密基地来？干嘛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哎，刘大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来过这儿？等我出去以后，慢慢讲给你听。哎，不用你说，我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，你以前肯定来过这儿。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，能的呢。脚趾头你还有想法呢？党教友们要解放思想，可你也得实事求是。哎呀，放开我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，你懂不懂？你少废话，赶紧上后边待着去。后边。
这就是地下河，陈教授。哎，咱们可能得需要趟水过河了。啊，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吧，我跟胖子去看看。好，胡大哥，不好了，小仙姐不见了！啊，不是让你在后边照顾什么？你没事跑前面瞎聊什么呀你？哎。稳住，先别慌事儿，你们俩保持警戒。是。小胡同志，杨小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会不会是外星人啊？别胡说。小杨姐，你上哪去了？你吓死我们了！啊，我看刚才那边挺美的，就过去拍了几张照片，要不然会杂志社没有办法交代。哎呀，顺儿，你可把大家吓坏了，一会儿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和大家说一声啊。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发现什么？没有。行了，人没事就好，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。我和胖子去试试水的深浅。哎，好。我感觉这美国妞有问题，这陈教授他们考古我到理解，可这舍利子啊，别闹，就这美国妞吧。哎，你别看她像中国人，但她其实是个美国人。她干嘛非要赞助咱们考古队啊？这肯定有所图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忘了，咱们现在只拿了定金，这大头还在后头。 别光想着钱嘛，这水深吗？应该不深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出什么事儿，我可得把这美国妞给钉死了。把冰镐给我。哎，给。哎，慢点啊。 大伙儿快过来，快！怎么了？哦，这什么字儿啊？我哪知道？那你过去来的时候没见过？没有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啊？眼熟？小黄同志，小黄同志，干嘛？ 能不能把你那块玉再让我看一下？可以啊。我看，哎哎哎，干嘛呢？这是人，往哪儿牵呢？ 教授，我怎么觉得我这玉上的字儿跟那石头上的字儿差不多呀？不是差不多，是完全一样，都是鬼洞文。什么鬼文？这种文字是精绝国的文字，叫鬼洞文。精绝国是西汉时期坐落在西域的一个国家。哎，小王，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这块玉。 是当年剿匪的时候得到的。对呀，在米亚利州，哎呦，我打的那土匪屁滚尿流，还打死了一个匪首。住，陈教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种文字和精绝古城有关系？嗯，最起码是同一种文字。那教授，你说那是什么国？是西汉的？那也就是说，我这块玉比辽金的更值钱。陈教授。 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，它真的跟找到精绝古城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太对了，小胡同志。今天我们这个发现，将开启西域考古的新篇章。雪莉，嗯，看来你爸爸绕到昆仑冰川是有道理的。我现在对他拿到的那本关于精绝古城的日记。
更加期待了。爱国，你赶紧带着学生们把这个岩壁上的文字都记录下来。知道知道，小楚。小胡领队，爱国，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往前赶，啊，接着走。没问题。小子，啊，不能开闪光灯，把它关了。快关了！考察队，考察队，一小时之后必须撤离，必须撤离，完毕。考察队收到，考察队收到。慢点啊，老师小心。对脚下，慢点，数箭。你头顶上扶稳了啊。你在观察我吗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有你自己的目的，但我想告诉你，这儿可能有很多危险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再怎么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你也不能忽视危险的存在。请你考虑一下大家，别光想着自己。比外面暖和多了，我还以为这水里特凉呢，没想到温度还挺舒服。这儿有可能地壳活动频发，有地热源，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觉得舒服，别的东西也一样觉得舒服。你是怕有火瓢虫？不光火瓢虫，也许还有其他什么，比如说。要是有食人鱼或者什么，别老早就紧张气氛，本来就够提心吊胆的。陈教授，没问题吧？没有，我们都很好。这么多人，这就是传说。
说中的九层妖楼。九层妖楼，这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陵寝的殡葬形式。教授，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，在青海的穴位也有一座和这座妖楼很相似的遗迹。对，只可惜那座妖楼在魔国灭亡的时候已被英雄哥斯二王摧毁了。就是说这妖楼也是一个大墓，我理解的对吧？没错，我们研究了一辈子，想保存这么完整的根本没人见过。那这里头肯定有很多古董啊，何止是古董，一切都值得研究。十二弟，这次我们来的太有价值了，也许你爸爸就是为了这九层妖楼而来的。别惊动他们睡觉。谁呀？死人？不是，火瓢虫，就是你说那种会冒火的虫子。没错，这一路上咱们都没有碰到火瓢虫，我以为能够侥幸躲过去，没想到碰到他们的老巢了。这上面密密麻麻的蓝光，就是从那玩意身上发出来的。对，没错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小叔慢点，别动。这应该就是火瓢虫袭击的。杨姐，实话实说，你父亲的探险队很可能就是……我明白，我心里面早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所以咱们必须撤离。小胡，陈教授，我的意思是必须跟大家说清楚，这儿非常危险，咱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小胡同志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找的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当然是尽可能的多找找啊。小胡同志，希望你能理解，这是我们几代西域文化研究工作者一直等待的机会啊。你别看我，我听你的。雪莲，你干什么？站住！不用管我，教授，你们可以不用跟过来。完了，走，好。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小刘，我要下去通知他们。下面情况我们不清楚，如果你再万一出现危险，情况会更加复杂。那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是办法。你先别急，我再请示一下营地。临时营地，临时营地，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临时营地，临时营地。危险吗？我知道。哎，翻头绕吧。制止他们，别让他们下钩。好。
楚贤，哎，一定要仔细做好记录，也许我们能从这殉葬品的数量和规模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知道了，教授。拿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这地下竟会有如此雄伟的人造工程？会不会是外星人建造的呀？人类的祖先能够建造金字塔、长城这样的伟大建筑，造个这个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外国专家曾经推测，金字塔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建造的。你是学考古的，不要总想着研究外星人。那可是老师。好了，拿着，给我照着。这当年的殉葬也太残酷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命运的无奈很多都来自于阶级的分化。其实考古学和社会学是分不开的，要做好考古研究，只研究本专业是不够的。交给楚剑，让他保存好。兄弟半夜，阿祖，
包给我，包包给我。凭什么给你？站住！包包给我，包包给我。往前走去。心。